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给你颁个奖。啊，什么奖啊？终身成就奖。哦，的确是实至名归。那种货色都能拿奖啊？齐天大圣能给什么奖？给什么奖都好啊！好你个鬼头啊！有那么好吗？为师一个打一百几十个是很平常的事，但是我低调，我不说。我的如来神掌多厉害，因为我低调，我也不说。好硬啊，我整个手臂都被你震断了。你们还要不要脸了？哎，请你看完再说，也请你不要捅我。不叫捅，你吹牛吹大点啊。特技镜头呢？成套戏都没特技镜头，你没说要有。不用说了，怎么会没那么沙扑呢？咁我係咁沙坡，一個都冇。我唔會相信你有咁沙坡。冇得相唔相信㗎喎，你睇嘛，睇多次啦，係咪？你睇多次咪知道冇囉。我唔知。咁你劇本寫嚟冇特技鏡頭㗎嘛，你冇特技鏡頭，我點會拍特技鏡頭啦。你哎呀，你快啲睇啦。一飛中天女，一飛中天女，喂，黐咗線啦。快啲搵人嚟啦。